这是非常困难的一个头顶头，头顶头啊，头顶头的倒立，对，哥哥撑着弟弟，是要从高处走下来，是不是？对，要从上面的楼梯走下来。哇塞，好的走下来啊，就是头脑很滑，然后。哥哥在下面不能往下看，也不能往上看，他平衡他的整个人，但是要走楼梯，所以要非常好的平衡感。危险啊！好危险哦！加油！现在走的是荣耀哦，来自于关西云峰馆，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超危险的动作，你光这样的头发有没有？头发放的梳子都会掉下来吧？小心！走下楼梯耶！金姐，这个画面感觉好奇怪啊，好像有一个人头上顶着玻璃的感觉，有没有？顶着镜子。对，天哪！而且第一次在这个场地，小心！因为我们都没有做什么保护措施，是很危险的。他们真的很厉害。哇塞！像有把你的头发放了几个花盆，什么走路都不可能了，因为很滑，而且一个人这么重哎，对啊，又是自己的弟弟，平衡太厉害了。其实你仔细看见弟弟也在平衡，他上下都平衡哎。谢谢，12000块钱，谢谢，来自。